没有，你们刚才练习那个二连手是谁？啊，怎么了吗？很印象深刻，对不对？超越那个以前那个青龙女的二连手。欢迎收看《杂轰哪里疯》，今天风也强。你个头了！今天想什么？你怎么拍打轰下车呢？奇怪，我窗景那边也不来拍我。今天是这样哦，我们今天的这个闪亮之星棒球队出征，对战的是谁？所有的选手他们都是不同的行业、不同的运动项目，然后把它训练一个球队这样。而且听说他们是对棒球是没有什么从零开始的，从零开始啊，而且都是一些奥运的选手。对对对对对。好，那今天呢，由我们闪亮之星棒球队要来跟他们 PK。对对，就去尽量啦，好，手下留情。不会啦，因为我们这边训练出来哦，因为是一个专项运动项目，所以他们不见得会输。真的假的？运动员出身的，所以他们对一些失败怎么去调整，那个是很优秀的。哎呦，厉害哦！你讲的好像已经跟他们相处很久了，三年了吧？那教练，你话讲这么满，你有没有办法对赌一下？可以啊，我们就赌一栋房子好了。不可以，是要烧的还是？对对，我跟你讲，应该是纸做的。好了，我们球场上见。OK OK， 好，走走。状况跟缺点只有一个，人力太少了。通常守备练习两三个在那边轮，你知道吗？今天没有，只有一个人，我好累哦。好玩，然后，好亮，好亮的，好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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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太阳，这可以了吧？这样可以了。今天，好痒哦，我头发怎么这么长？我都不理了。好香啊！加油，加油！哎，现在很有名的主持人了你？没有了吧？他现在要当综艺咖了，他想。我没办法，现在教练开始当那个，当那个现在综艺咖换你交给你。综艺现在录综艺节目了吗？没有，你们刚才练习那个二连手是谁？啊？怎么了吗？很印象深刻，对不对？超越那个以前那个青龙女的二连手。那个现在号称演艺圈的黄金二垒手，我说奇怪，这个怎么闪亮之星怎么有这种人物啊？有啦，一定要，就不好嘞，要叫我进攻了，我进攻，就你进嘞，你们会上场吗？你们教练团会上场？为什么这个问题？好，最后我怕你们会，等一下我们请很多的各位帮我们，没你们直接回答，你要先问他为什么？对啊，我们厉害啊，对啊，在重力的这个部分。对对，因为我们在场上很好笑，然后你们如果上的话会更好笑。难怪看到练习，看到二连手就很好笑。我还骂选手，都没有人说哦，我很凶，看到就凶了。你不要看到二连手那么好笑，你们一直笑。你骂他们不是骂他们没有好好训练，是骂他们笑我们。加油！加油！对对对对，一下要急，一下要，也是要有夹的动作，就要防盖法规。刚刚都打过了，对，后面都打过了，是吉姆勾的方式。就是你左掌以前是要。往这里进，来一个软球打法不一样。我们今天有专业的指导，用吉鲁勾的打法。吉鲁棒，那吉鲁棒可以吗？吉鲁棒，吉鲁棒，卡出了，呜，水哦。就是像这种东西啊，反正你们就这种东西，这个角度可以用中医看，可是。在做一些该滑该跑该冲，是我们自己明星棒球的态度。OK， 大家觉得说我们好像从头到尾，因为你用再晚的态度的话，就代表对他们不尊重。来，清楚，好不好？好，这个好 ，OK， 好，闪亮之星，炸！100块做公益哈，好，照你被刺，失误一次都捐100块啊，公益基金哦哈，有什么策略吧？
其实好像也还好，但是每次要比赛的时候就会很紧张，心跳都很快，太兴奋，好像小朋友要出去远足，但其实放轻松就好了。怎么会这样跑呢？我以为我做得到，就发现根本没有脚程。那个滚地球打过来，我想说我跑到滚地球前面，然后跳一个，有没有？哎，混淆他接球的那个节奏，结果发现我跑不到，他已经接到球啊！美服啊！要回去的时候美服啊！而且你回去还很慢。对，而且最主要是什么？你也知道我这个没有什么耐力，有没有？我已经跑了一个倒垒，我根本没有办法还有力气继续来这个折返跑。所以你一局下半没有要下去守了。你就可以换人。我想说，很好打，护膝也不要用了。结果我站在一垒垒包，然后看到三垒那个小五有没有？他比这样，叮叮叮，他比这个，要跑呗。我没带护膝。没有。很不应该，我刚刚。整队都是我害的。好了。刚刚那个南波老师打了一个中外野的平飞球，游击手没拦到。毕哥这么短。还是跑回来了，1-0领先，这样心里有比较好受，比较好受一点，不然都我害的。还会丢变化球，对啊，他是网球球手，网球的国手哎，他的卡打很好，是哦，哎，啊，挑战一下吧，挑战，挑战，哎，你俩够了，你俩，太壮了，你还没挑，太难了，冲上三连胜。现在哦，情况就是四局上半，我们在进攻，好不容易南波老师打了一个右外野飞球安打上垒，结果到二垒的时候呢，被裁判给污掉，这是个误判。节目效果，你现在别麦，节目效果。节目效果，啊，上场准备，加油加油！不用表演。透，还有，哎，好，再。我也不知道哎，就好像球就在我眼前，可是我怎么没捞到？速度好快哦！后来还好，因为身体蹲得低，用肚子去把球挡住，这样，然后球打到肚子好痛。突然间好想吃东西，突然间我饿了。你这是叫我去买是不是？没有了。现在呢，比赛来到最后一局了，7局上半。那么我们现在呢是1-3-4-6，1-6落后，还好5分而已。现在从第七棒开始打，第七棒已经啊，来一个进球，小心。啊，惨了！我很担心，这两出局之后我上去打，我也很紧张。现在是第九棒了，然后一出局，一得有人，第九棒一定要上。打手上。买了。他有上垒，我不是最后一个，我比较不会那么紧张。龙哥说最后一个，他把他打全垒打，我觉得还有机会了。哦，有了。我爆头，别靠。给我下，你把头发，海王龙哥当起来，你还需要动什么啦？
很动了，我们第七局了还在动。他刚刚说，我好像不想轮到最后一个，他说压力很大。圆满的，圆满的，圆满的。不会啊，你打很好、啊。很棒哎，最后好好看哦，好看哦，最后很好看。我刚上山的时候也找不到黄灯辉，还找还带跑，你怎么跑不见？我在那边一垒指导员，一垒指导员。OK 啦，其实哦，不管输赢啦哈，对不对？你今天就是打一个身体健康嘛。那最主要呢，他们这个电视台那个组成的这支棒球队，做一些募款，然后做一些公益，然后帮助一些偏乡的小朋友，让他们可以有一些资金啊、资助啦、啊，或者是有些球具或等等的。当然，这个节目呢，最后呢是找到我们这个闪亮之星棒球队一起来打这场比赛，然后让这些算是训练有成的这些奥运退役选手 ，Oh my god， 真的是让我这个是有一点刮目相看。我以为我们会很轻取他们，结果我们被轻取了。OK， 整个过程当中，当然这大家玩得非常开心啊。那我觉得在他们身上，我学习到一点，就是说他们每一个选手，不管你有没有很会打，他们上了场那个态度、拼劲啊，真的很值得学习。像我的话呢，可能你可以看到，就是说第四集、第五集的时候，我有点慵懒，有一点没力了。哦，今天那个因为我们球员来的比较少，所以没有办法做更换，所以老实说，我有一点累。但没有关系，做公益嘛，那起码我也学到这个态度，就是说不管如何。在任何的职位上面，在职场上面，都必须要战战兢兢的，好不好？今天影片跟大家分享到这里，谢谢大家的喜欢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